喂，奇怪，嗯哼，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按了吗？有了吧？有了吗？哎，有了。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2月2号的绘图回。对，今天要来画图喽。然后刚刚不知道为什么。YT 他，我明明就按了直播，然后结果他还是没有跑出来，害我在那边想说，哎，为什么大家的反应这么的冷淡？原来只是没有啊，又是事故啊，烦死人了。嗯，啊，今天就是画图的一天啊。那我昨天在打草稿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有点哔哔啵啵啵啵啵，就把图画到了一个还算是完整的程度，这样啊。不过呢。还没有到完稿好吧，就是草稿，比较用心的草稿这样。对，那我们今天又不说什么冠冕堂皇的不重要的话，就让我们开始画图啊。不过呢，今天如果提早结束的话，我想要开个会线，对，黄金会线，给大家看一些。哦，我觉得我今天很棒，我今天做了好多好的事情。嗯哼，然后。有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什么事情。嗯，啊，说到这个，我觉得我应该要开一个音乐，对吧？不然有点太空，太空洞，对，声音有点尴尬，就我一个人讲话。好，今天的 BGM 是什么呢？我来想想看啊。今天，那我来找个比较。啊，我知道，我们就选那个很久很久没有放的，对，睡前的那种，让大家听了想睡觉，说吧。啊，今天就是走一个这么有气质的路线，对。啊，来，各位，今天我们就声音空都不是问题。啊，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抱着就是非常非常沉稳的心情，边做事情啊边。把电脑旁边、手机旁边啊，开着直播，对，然后啊，大家一起成长，对，一起变得更棒，这样子，对，阿塞会努力，好好的画图的，嗯哼，好，就这么办，嗯，话说回来，好，没事，好。声音应该 OK 吧，有点一点点这样子，嗯，阿萨啊，眉毛啊，谢谢你，谢谢你，哎呀，我每次都要被你们提醒，真的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嗯，谢谢啊，以后每次直播刚开头就是先提醒我眉毛要记得，对，眉毛可是很重要的哦，嗯嗯，好，那我们今天画的什么呢？我们今天画的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只是。那种对人在很累的时候啊，你看你做仰卧起坐啊，你可能啊，像我们可能平常没有什么太激烈运动的习惯，所以我们可能做个啊几十个，对，我们就好累好累哦。对，你要继续做下去，你可能就没办法了。对，那像昆西这种角色，他可能体格比较好，对，那。或许他做到三四百个之后，对，那他可能还是会累，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超人嘛，就是可以永远的做下去。那总是会有累的时候，对，这个可能就是他比较累的时候会有的那个画面，对对对对对，原来如此，是欲盖弥彰。为什么欲盖弥彰？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要盖弥彰呢？左手的位置，哦，左手。因为你很累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就是那个姿势跑掉嘛。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你的双手是你不可以抱头哦，你两只手是靠在你的耳朵的两侧，对，然后避免就是你手用力，然后让自己的颈椎受伤，这样好不好啊？这个在当兵的时候都会教的，对，体育课也会教，对，就是希望你不要为了多做那一下，然后结果让身体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这样，三四百下我是没有办法了，对，然后其实也不太建议在
太软的地方坐，对，有个瑜伽垫什么的刚刚好，对，床上坐可能也会增加难度，因为那个着力点，对，容易跑掉这样子。腋下有个白点，没有白点呢、啊？那这里嘛，啊，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轻松随便画一下。这是他流的汗，对，好不好？流的汗，前面有穿裤子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看到，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有，我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没有的样子呢。嗯，并没有，有，并没有吗？你怎么可以这么讲的这么斩钉截铁？对，我是不知道啦。哎、欸，然后我要来稍微的，染个墨线，你各位觉得如何呢？稍微把。这个，我今天就不想要重新再画，我觉得好累哦，我就直接用厚涂的方式来完稿，好不好？对，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叠，叠到我累了，我们就休息，我们就来开一个会线，来聊聊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有多棒，对，我今天好认真的工作啊，一次做完了两个项目呢，我觉得我100分，我是第一名。嗯嗯，为什么让他在很软的地方做仰卧起坐？就改。就可能你知道，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可以有个好好的地方运动啊，可能就是刚好现在想运动一下，但是只是可能场合啊，或是可能所在的位置没有这么适合，不要瞎掰好吗？但作为一个对自己很有就是自律的人，对自律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体格很有要求的人，像昆西这种类型的人哦，可能就会觉得没关系，我先做再说，这样，对对对，我想是这样吧？你觉得呢？一本正经的讲干话，我到底哪里在讲干话？啊，谢谢泰哥啊！封面图昆西就仰卧起坐，阿萨在胸口上做什么？我在看书，或是可能在看风景，或者可能在滑手机，对吧？啊，阿萨短发好湿，谢谢。谢谢泰哥，对，今天也是短发跟大家见面，就是比较不会让我的脚胶挡到大家的画面哦，所以我觉得短发的好处果然好处多多，而且虽然天气冷会有点头有点容易着凉，但是我还是觉得蛮清爽的，我觉得不错，哇，胸口的风景应该是很精彩的，哇，那可精彩了，为什么卡在别人的身体上？因为，哎。很累，我还要掰出多少的理由啊？谢谢雨欣18个月的黄金龙虾，请问阿萨在开黄金会员投票的时候是刻了什么？怎么突然这么恭谦有礼？我看得很害怕。我想应该一向如此，好不好？对，就是 有时候会突然想要用别的方式来说说话，就像今天的感觉，对。也不是每天都这么不稳重的啊，我平常在外面也是很稳重的，你看我跟客户讲话，我跟就是比较不熟识的人讲话，我都还是会有点怕生，有点太有礼貌，对，偶尔就是会这样啊，就是阿萨的优点但也是个缺点，想画抹布的冲动并没有，谁在画抹布？没有在画抹布啊，你今天在哪里看到抹布？那肯定是你心有所我靠，知道怎么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那种感觉，对，大概就是这样吧，好吗？好，然后 Alice 劝说，真的有人可以在床上仰卧起坐吗？腰力北拜，因为是昆西所以可以呀、啊、你说的没错、对，真的有人可以吗？还真的有人可以呢，对，我等下把头发上个光影之后，我就把图层全部合并，然后开始不负责任的狂厚涂好了。不错吧？比酷 Z 啊，接着成真啊，我可以吗？我可以是可以，但不能做太多下吧，就有点累。对，哇，这个要做这个核心应该要蛮强的，我可能没办法呢。了不起做个30-40下就已经是极限了吧，有人坐在他身上吗？应该是没有吧，吗？
啊，那就要看看等等阿萨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对，等等追加一些光影上去，可能会有影子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啊。嗯，白色的汗应该是没有吧。嗯，除非有人在床上吃优格打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在床上吃东西其实蛮不卫生的，对，毕竟如果有甜甜的东西掉到床上，你看晚上有蚂蚁怎么办？爬到你脚上，你就哎呀什么蚂蚁，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可以在床上吃东西哦。优格是什么色色的东西吗？优格就是酸酸的牛奶，在有一些地方、有些地区，他们会称为酸奶，对吧？啊，嗯哼，啊，我们的头发，好麻烦哦，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吧。谢谢油柱又升级成黄金龙虾，哇！既然在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升级，想必有备而来了，有备而来。什么老人双关，真是无聊啊！谢谢啊，嗯，吸音的也会吸引蚂蚁哦，我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啦，哇，我还真的没有研究呢。人有备而来，这是什么冷笑话？太老了，跟大家道歉啊，平常是没有这样子。可能今天画图手在动，嘴巴不动，有点无聊，所以就会讲出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话，那大家就选择性的听一听啊。你也可以把直播调成静音的，然后让画面这样子持续的播放下去，你就可以啊专心的做你手边的事情也是可以。但是毕竟身为一个在直播的人，还是希望你可以开着这个视窗，对，不然会觉得有点寂寞，对，毕竟YouTuber、VTuber 直播主，大家都为了流量在生活嘛。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这么的惹人厌啊？好，在这里差不多了，就来上是什么？光影了。哎，等一下，这里擦一下。让它的影子选一个比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点的颜色。哦，今天太谦卑了吧，谦卑再谦卑。哦，阿萨一向如此，对，谦卑再谦卑。俗话说什么东西越怎么样就垂得越低，嗯，忘记了，稻穗啊，没错，稻穗什么越怎样我也忘了。这样我要弯腰画图吗？我不需要弯腰画图，我可以坐着好不好？好省略。星期二的气势呢？我星期二很有气势吗？我们星期二是做一个日常的开箱，我觉得还好啦，对，就当时的气势可能跟当时的气氛也有关系，对，当时觉得开箱很快乐很轻松自在，所以就比较讲话的奔放一点。那今天就是恢复到我们日常的模样，对，谦卑再谦卑，对，一杯又一杯这样。所以观众的气势呢，我哪敢，哎，鄙人阿萨胆敢对各位不敬啊，谢谢猫咪兔兔。我就怀疑主播偷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不要瞎掰好吗？哎呀，你看，不要瞎掰好吗？我哪里在开车？你从哪一只眼睛、哪一只耳朵听到？我到底在哪一个时候讲了开车的话？我一直都是很谦卑的态度跟大家聊天啊，太谦卑，谦卑到有点卑微的程度啊！你是谁？我是阿萨，对，好吗？说到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的首页啊，它开始有一些
推荐，然后就推荐到一个让我有点头痛，对，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就是他会推荐其他的阿萨给我。对，很尴尬的是在阿萨开始就是经营频道之前就有其他人叫阿萨，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对，所以总觉得有点尴尬，对，就啊怎么办，我们撞名了，可是就对，你懂，对对对对对，觉得有点心情有点复杂，嗯，可是我就本来就想叫阿萨，就跟我的名字有关系嘛，就是朝阳的概念这样子，我不想要为此再做些什么改变，所以就算了啊，我们就这样吧。我是盗版，你妈，你才是，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盗版，一样就要盗版，也太偏颇了吧啊！啊，谢谢泰哥，今天也是龙虾精灵画图吧啊？今天不是阿萨，没有啊，每次阿萨直播都是自己在画图的，对，这一点肯定啊，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对，龙虾精灵的图呢，都只会在龙虾精灵的IG 上跟大家分享啊，嗯，对，今天的你是阿萨，还是我们就改我们的中文，对，避免，因为我本来其实并没有用阿萨这个字啊，就是想说大家都叫英文的英文的这样，但是因为方便打中文，就打得快，对，所以就开始用了阿萨这样子的中文汉字，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发起一个新的运动，就是ASA 运动，好不好？就是回归我们的初心，最初的感动。嗯，阿萨是朝阳的意思，对呀、啊，这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对，想说就用这个跟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名字来活动，这样，嗯哼，阿萨听起来很帅，可能大家都这么想吧，所以就蛮多人用这个名字，嗯嗯嗯。多人阿萨运动听起来又不对了，为什么你们讲话都可以这么的奇怪呢？嗯，有早安的意思之类的，对，就是朝阳的意思嘛。多人，为什么要强调多人这个啊、哦？我们就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阿萨运动好吗？阿萨 ASA 这样子，嗯，避免大家就是有一个先入为主，会先记住汉字，对，但其实应该先记住的是英文呢。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粉丝，哇，那各位肯定都是非常非常沉稳的粉丝，对，非常非常棒，好不好？永远都让我谦卑再谦卑，谦卑再谦卑啊！谢谢 Jamie 的三个月小龙虾，听阿萨说觉得自己很棒啊，让我觉得今天自己勇敢的提离职哦，你也很棒，也很棒，太好了。所以希望各位说宝哥们 HIHO 都有棒棒的一天，那就几个棒呢，哇，希望大家每天都有棒棒，好不好？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我没有证据啊，对，好吗？好，嗯哼哼哼哼，话说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的绘图回都是新世界狂欢，这是什么奇怪的？这是什么奇怪的巧合吗？嗯，今天本来投票有机会画水星魔女的古尔，对，我也很喜欢，对，但殊不知啊，黄金会员的大家似乎对昆西还是情有独钟啊，不肯放过他，所以今天。就还是昆西，对，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对吧？嗯，想说我们之前都画过蛮多次了，怎么还要再看昆西呢？啊，看来昆西的确是有的非常致命的吸引力呢。对，得票率 76%， 非常非常的高啊。对，只能说是啊，只能说是一路碾压，对，太惊人，太惊人了。嗯嗯嗯，因为在啊，我想是因为爱，对吧？爱，嗯，就像前几天周末的场次 CWT 一样啊，当天虽然阿萨没有在现场，但是也从就是网络上很多资料也看到，哇，其实很多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新世界狂欢》这部作品，
这个，所以呢，就是相关的摊位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对，某种程度上，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场次霸权了吧？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就是一个游戏或是一个动画，然后是我自己刚好也喜欢，然后它又是霸权的，嗯，对，终于这次不用当边缘人了，觉得蛮开心。本来永远都喜欢小众，也是蛮可怜的。嗯嗯，啊，嗯嗯嗯，之前是不累的坤西，现在是比较累的坤西不一样。哦，有道理，对，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让一个人判若两人，对吧？嗯，而且这一次的坤西比较瘦一点，就是体格上比较瘦，所以也不太一样，对，嗯。比较瘦，对啊，嗯，好，我们今天就这样，那我来放空我的小脑袋，然后就一直这样子撇撇撇撇这些发丝，撇这些阴影，对，蛮开心的，嗯。喜欢冷门真的会觉得只能啊，对啊，真的哎，喜欢冷门的作品真的好可怜啊，或是喜欢一些过气的作品。等一下，这个太得罪人了，我收回，不是过气的作品，已经比较没有这么流行的作品，对对对，真的是好可怜啊，嗯，感觉并没有比较尊重，一样是很不尊重人的讲法，嗯，啊。啊，各位晚上好，好，嗯哼哼，嗯，梦一百算过气了吗？很遗憾，我觉得算，没有啦，应该还好，对，就是，嗯，还好还好，反正游戏没有倒都还有希望，对吧？阿萨最近都在玩梦职人啊，可是梦职人感觉也很难成为霸权，虽然他的图真的很漂亮，对吧？很多。很多手游也是这样，就是已经经营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却就是很难，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认识，都去玩，或是都喜欢上里面的角色这样。嗯嗯，什么妖？什么妖？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妖，什么公狗妖？你在讲什么？啊，玩家都不惨凉，对啊，好像。有些游戏就像这样嘛，像对啊，梦职人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比较大家就是啊，难道是因为官方的图太香，所以大家直接放弃，就是算了，反正官方都会放这么多东西，那我们就不要画了。是这样子吗？没有中文是一大硬伤啊，你说的有道理哇，我觉得阿斯帕这个真的是点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嗯。对，中文的确是，其实我希望游戏公司最好的都是做国际服嘛，国际伺服器，对，像最近哇，最近我不知道是也是因为我的演算法还是怎样，最近我的首页也出现了极大量的 Blue Archive， 对，就是很多很多少年们都非常喜欢的一款啊，包括我在内我也很喜欢的一款，就是手机游戏，对，就是蔚蓝档案嘛，对，我的演算法最近每天狂推我他们的两周年影片，然后也会推一些日本的 VTuber 跟 YouTuber 他们在直播的，就是直播的影片，对，然后看的人很多，我想说哇，所以现在是突然这也是一个新的霸权嘛，嗯，我一直以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身边的人都没什么在讨论，这样觉得嗯，今年难道是我的年吗？我的年 LLSIF， 你说的是 W Live 吗？ W Live 的要收了啊，真的假的？哎，好久没有玩了。今天是想今天大家得罪多少人，不断的失礼失礼再失礼，哎呦，嗯嗯嗯，官方凉太香，
没有老师产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也还好啦，反正官方有放香香图，那就值得感谢。对对对，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官方图真的太漂亮，所以会导致可能一些对自己的作品比较没有自信。对啊，像我会觉得天哪，他们人长得这么好看，已经没有我可以把他们，就是我画只有可能让他们变得更不好看。对，所以为了不要造成这样的憾事，我选择放弃。对，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心魔。对对对对对，但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些少年像的作品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啊，少年像就是指那种Jump 作品，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衍生度，就是因为原作图实在都画的不怎么样，所以所以对很多太太们就会觉得，哎，你不行，那我来，对你不行，我来啊，然后他们就会创造出很多爱与梦想的东西，这样，嗯，对，哇。真的、啊、真的，我说的是实话，你们不要否认。对，我们都知道超级失礼得罪 Jump， 我们直播每天都被得罪 Jump 就是我们最好的小出气筒啊，我们的挨揍沙包。对，但我还是很谦卑，好不好？谢谢啊，谢谢 Jump 可以让大家有这么多发挥的空间。你看那海贼王啊，对吧，你看那些什么啊，不一定 Jump 啊，很多什么，比如说什么若虫踏板啊，飙速宅男，对吧？你看那个同人真的是香之香啊，香香又香，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天哪，这个原作差太多了吧。嗯，对，说完记得买，对，我还是会记得看，好不好？期待他们有更多的有趣作品出现，这样。嗯哼啊，我要雕掉他的头发。好，我记得我以前有一阵子，就是那个时候我很迷雕塑宅男，对，我先看动画原作，然后想说干太热血了， Oh my god， 怎么那么好看，然后就在想说，哦，我觉得有些角色有点香，对，有点贴，然后我就有看一下就是那个同人的一些图。那我大概才看动画大概就是可能前半吧，就是刚开始只知道几个角色的时候，然后就去翻图，然后就是先知道了一些其他学校的人，对，看同人图认识，然后想说天哪，这个角色太香了吧，哦，然后结果看到动画他已经出场，我还没有发现，因为我没有认出来他是他那究竟是谁呢？我不好说，这实在是不好说。嗯，对，嗯，但是就是你知道，但是听起来像在臭，可是你看久了其实真的是还好，你就觉得习惯，然后你的滤镜慢慢的就会越来越重，然后就会 OK， 以后你只要看到那个角色，对，原作的角色，你也会自动的把它转换成你眼中的那个样子。很想知道是谁，我觉得不要说出来，我觉得怕得罪人，人气蛮高的对，另外一所学校的，睫毛有点长的人好吧，不要再说了，放过我啊，原谅我。该不会下次的绘图主题是当年喜欢的那个，当年喜欢的哪个不是那个吧？啊，应该是没有。黑子篮球，哎呦，黑子篮球，哎，黑子篮球是我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是我当年想当年就是在那个还可以想看什么动画，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直接去看，然后都不会觉得时间不够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对，然后就想说，黑子的篮球又是打篮球的吗？感觉有点，就是好像还好，没什么兴趣。对，然后说灌篮高手那样子是不是还好？然后他们头发颜色又这么五彩缤纷，感觉有点怪，但我还是看了。哇，结果一看第一集，噔噔噔噔噔噔噔的 Ground Loader OP， 我直接中邪，然后我就一路看下去。对，然后就
深深着迷。啊、对，然后就发现哇，就里面的角色怎么这么香，然后也是因为哎、欸，我记得是因为黑子，所以小野贤章才开始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对吧？就算他也算是他的一个成名作吗？嗯，有一点像是谁、哦、好像蛮多人是这样，就是配过某一个角色之后，然后就成为了就是话题声优，对。然后有树也是，对啊对啊，我以前就是小有树，大概就只是在一些乙女游戏有看到，对，然后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太多的认识。哇，黑子那个火神真的是妖兽，真的是太色了，对，怎么会有这么色的角色？然后就对，后来就是也只要是小野有树啊，有树太多小野，我们讲有树就好了。有树的配的角色我也会稍微的多留意一下，嗯，对，拿刀的小孩，拿刀小孩，哎，某种程度上算。就算更出圈吧，但是花江应该是在东京，你怎么念？四种，对，就是东京食尸鬼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有开始有稍微被关注到了，对对对，已经开始有一些就是哦，这个人蛮厉害的这样，嗯，餐种啊啊，谢谢国文老师，对吧？花江，嗯。当然就是后来拿起刀子然后开始杀一些鬼之后就是有彻底出圈嘛，对，成为孩子们的偶像，对，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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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刚刚画到哦，这边把这边线条整理一下好了，水之呼吸啊，对，到处呼吸。但其实我到今年都还是没有看鬼灭，怎么会这样？果然是因为他们只是孩子吧？对，我对孩子总是提不有点提不起劲、啊、嗯，哦，啊。每个人对他们的印象都不一样，就只是刚好哪一部作品你稍微比较有点好感，然后刚好他出现你就会觉得哦有，对，这样，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我刚刚讲就是我自己个人对他的印象这样，嗯，因为孩子不能色色啊，没有吧，我是觉得这不是重点看看鬼灭好不好，他们都只是孩子啊，为什么你们那些太太们放过孩子们吧但似乎没有人要放过，哇，太太们比起鬼还要更可怕呢，嗯，真是可怕，朋友圈出现了我啊，青火跟青黄的 CP 战争，哎，很多，哎，我身边就有很喜欢青黄的，可是我就不喜欢青黄啊，你不能因为他们比过几次比赛就他们就开始把他们凑作一对，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试图想挑起一些战争，对，青火的确是蛮香的，可是那只是一个性癖的集合，我觉得太肤浅了没有没有得罪人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对，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青火，可是我也喜欢看，可是对，我觉得有一个坎过不去，有一个 我的良心跟我说不可以这样，嗯，好不好，黑火啊，黑火给过，对三人行，等一下什么时候变三人行，我们没有吃这么开吧，啊，嗯，对，礼拜二那个扎瓦老师很喜欢青火，我知道，我也是因为老师画了图所以我对青火的好感才 up，但是还是不行，对，我的良心还是觉得不行，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两个喜欢的角色放在一起就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对，还是要稍微、加入一点自己的，对，就是那个剧情的一些，对，感情的基础，
好不好？你看黑子跟黑子跟火神基本上官配起来还是妥妥的。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子跟清风，好吧，黑青或者黑火之类的。对对对，黑子站在公军的位置。嗯，那为什么是黑子当公呢？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这个想法，就是有时候你想要变成是有一点偏向梦男或梦女像的感觉，对，然后你就会希望公军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代入感的角色。我觉得黑子就蛮容易让大家产生代入感，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不是说喜欢黑青或黑火，我喜欢的应该是我喜欢火神跟喜欢清风，对对，好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喜欢，我是梦男这样。对，好吗？对对，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来，我等一下，我是不是要把话题又要再绕到一个有点危险的地方，绕到喜欢某部本的大家是否也是有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呢？对吧？就是你也没有特别喜欢 CP， 但你就是喜欢这个角色，对，那就干脆不要画其他的 CP， 你就直接让他一个人一枝独秀，好不好？对，一枝独秀这样的感觉。相信大家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火神是兽，不是我这个火神，是黑子里面的火神，好不好？想要看到我这个讲出来太直接了吧？我想还敢钓鱼啊？你以为我会念出来吗？喜欢看路人身材好一点的某部分算什么呢？算是你吃的口味比较重，对。但我很诚实，我也喜欢这一种。我可以了解。是不是想唱歌？没有，我干嘛唱歌？我才没有要唱歌嘞。早安，早安啊！早上好，晚上好。阿萨想当公，阿萨是大总公啊，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好吗？不管你们怎么讲，你们怎么抹黑我，对，你怎么带风向，真是没有办法把我击倒的。不要再刷问号了，这是没有用的，好不好？不会有人被你们影响的。谢谢猫咪兔兔啊，主播真面目出来了，今天不是应该温柔婉约吗？对，温柔。等一下，我刚刚是不是错过了一个？我错过了幼灵镜送给在场的五个人会员啊！谢谢幼灵镜，真是不好意思。谢谢。啊，谢谢宝宝奴。突然想谢谢阿萨今天画这张乡图，根本梦想成真。也感谢会员投票啊！谢谢宝宝奴。我刚刚讲什么？我也忘记了。Calypodis 啊，谢谢雷鹰帮我回复了刚刚我没有注意到的日文的留言，对吧？对，我是用 Clip 在画图的哟。我讲到火神是兽，对啊，火神是兽，但不是我这个火神。你们一直想要在那边玩这种无聊的双关、无聊的文字游戏啊，讲的不对。所以我总是被攻，我并没有，我才没有讲这个，你们不要再乱讲啊。所以阿萨想当公，不是想当公，是阿萨本来就是，好不好？本来就是跟想当是有一段距离。不要瞎掰好吗？我们才没有在瞎掰啊。阿萨聊天室是另外开一个视窗，还是也是看同一个画面吗？我会看着我的直播的那个画面的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聊天室，所以你会看到我的视线会有点偏的右边，对，你们现在画面中的右边，因为我试试看旁边的副荧幕的聊天室这样子。对对对，等到你画图画的久，你也会练就这个功力，就是不是功力，这个能力，
对，就是可以边画图，哎，边聊聊天。通常在构图的时候没办法啦，但是线画跟上色就是可以让大脑稍微的放空一点，这样，嗯，啊，不过还是要花点时间慢慢的习惯，对。有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画图要讲话太难了？嗯，其实是可以的，对，就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练习啊，对，嗯。嗯哼，哥哥感觉不是攻守的范围。那谁？什么东西？火神去澡堂，不要在那边讲这个吧。你可以私讯我是什么，搞不好我看过。你都想被鹰野包围了，我哪有说过这种话？要也是我把鹰野包围吧。嗯嗯嗯。200619，你在等一下，这是什么？什么编号，不要吓人啊！你们懂的懂，不懂就没有关系，好不好？嗯，真是的，再来把头发稍微亮一点。哎，那个头发顶端还有个受光的地方，这样子，嗯，一直在丁克维把画面摆到下面，让我们静观其变，搞不好会哦，嗯嗯，这沉默是在查吗？才没有，我刚刚在调我的椅子，它有点歪了，对，怎么可能在直播当下去查？真是的，怎么可能这么不专业？谢 Simon 啊，我也免责声明一下，是阿萨说画很累的角色啊，我们也是选主角而已。阿萨画成这样，意图很明显了吧？色色台，并没有啊，并没有。哎，以前体育课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一起在，就是课堂上这样子汗流浃背吗？这只是你稍微啊把焦点聚在其中一个同学身上，那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好不好？你这个同学比较香，所以你会觉得哦，是不是色色？没有，对啊，是不是？对，并没有，好吗？就算有，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嗯嗯嗯嗯嗯，好，就这样吧。再来，我们就把线画，嗯，好，我们来合并一下整个图层。OK， 好，开始。嗯，同学会有衣服，突破盲点，完了，我无法反驳。你说的没错，对你说的没错。那这可能是大学同学，好吧？大学同学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喜欢穿衣服，他可能在宿舍里面就是 OK 啊，反正就大家都认识，就没有想那么多了。嗯，嗯，好，男校，男校的问题，嗯，对吧？不过我也没念过男校，我也不知道男校什么样子。对啊，我都是念有男孩有女孩的班级这样。不过通常是男生比较多了。我还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高中的班上男生大概是男女比大概是8:2还是9:1，对，所以其实这样算起来跟男校也差不多。对，但是好像也。哎，对吼，当时其实就有蛮多人，他们体育课结束之后，大家在教室就是会裸个上身这样，这还好，对，还好，还好，还好，嗯嗯嗯嗯，现在是女生比较多，在场或许是女生比较多，嗯，真的吗？那可不一定，
哦、阿傻台男生也是不少，而且呢，而且啊、一直以来好像都还是蛮稳定的，对，稳定，稳定增加中，对，嗯，我是性别友善的频道，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这边都很欢迎你，好不好？生比较多不一定吧，不一定啊，啊不一定，对，都喜欢，等一下我都喜欢，好不好？男孩女孩都喜欢，嗯哼，啊，在女校有三年没跟男的同班，哇，那会不会对男孩，就是对男校或是男生班有一些幻想，就像是很多男校或是没有女生的班级的一些男同学，他们对女校也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对吧？你觉得女校应该就是一个什么充满草莓味的地方啊？就是可能就像那种一些动画作品啊，什么 K on 那样子啊。哇，想不到什么其他的比喻，那种对大家都香喷喷的，然后大家都哈哈 哈, 哈，然后大家都对那样子的地方，但实际上女校根本不是那样的地方吧。嗯，男生班不会很臭吗？男生班已经超臭的啊，臭到不行，体育课完的真的是 你根本就不想要进教室。对，鸡腿用手抓起来吃，真的假的？哎、欸，这太恶心了吧！等一下，男生班没那么夸张吧？好可怕啊！真是可怕。谢谢女校的资讯。嗯、待过女校有两种反应 ：A 是恐男 ，B 是很兴奋。怎么会这样？啊！吓死人了！裙子底下穿运动裤，热就拎起来扇，好难过。很多少年的幻想都破灭，难过难过。并没有，并没有，没有吗？有人还没有破灭吗？还是你是在说，并没有像动画里面的一样？没有像孤独摇滚那样子，角色们这么贴贴啊！完蛋了，要我是不是讲到一个容易被延上的一个作品？所以还是别说了。嗯，男生班体育课很恐怖，除了游泳课之外啊，对，流汗就很恐怖啊，我也不喜欢，对，怕，嗯，太可怕了。并没有用裙子扇风，没有吗？还是是个人行为？好，刚刚谁讲的？自己，你自己去外面反省。对，你是你，只有你那么，你那么坏啊，就只有你最坏，你最坏。嗯，啊，连门都进不了，护先裙子，你们是小学生哦，护先裙子干嘛？嗯。师姐太可怕了啊，嗯哼哼，嗯哼哼，我这边要 认真的画一下这里角色的意象，要怎样才会让人有那个肉肉感，我已经稍微用一些红色把这边加深了，感觉应该有多一点，偷看一下看不到自己的意下算了、哦、啊，这样应该有吧，有那个感觉了吧，有点对吧，加点蒸汽哦，蒸汽最后要加，对对对，蒸汽会加，还不到时候，那是最后要渲染整个气氛的时候要用到的。嗯，看哥哥的参考，哎，哥哥不在，哥哥已经，哥哥离开我们，他已经回去认真的工作，离开台湾了。对，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可能又要再等好几个月喽。
多流点汗啊，等等会加上去的。对，别急啊，别急，各位迅猛龙不要急。哎，试训一下，有空会试训啊，对，有空会试训，但不是现在哦。哥哥 far away， 对，so far。现在搞不好还没下班呢，那是辛苦的社畜。哦，我要挑战把这些线都变成是用色块来表示。啊啊！谢雷影，你们都别急，让我先急。你急个屁！你在急什么东西？啊，不要急，不要急啊，大家冷静啊，冷静，冷静，冷静。感觉越来越难以理解。哎呦，如果你可以理解的那一天，就表示你已经成为一个成为一个思想非常开明的人了。对，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有吸引人的魅力，好不好？对对对，这个肚脐的位置应该在这里吗？看一下，应该在这里还对。对，在这里。等一下哦，胸哎，腹肌，查一下。肚脐会在一二。三哦，第三个地方 ，OK， 好，没错，我没记错。啊，谢谢雷影，当然我也不知道急什么，我先去拿我的龙须糖出来吃。啊，谢谢你。啊，没问题。摸一下肚子，大家知道在这里。我现在要练习肚脐不要画的太长，我要画的比较扁一点。对，我现在觉得扁一点的肚脐比较吸引人。肚脐去哪里查的？你可以上网 Google 肚脐两个字，你就会知道肚脐长什么样子。或是你只要把你的肚子掀开，衣服掀开，低头看一下，你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脐哦。会不会出现被蚊子咬的痕迹？我不知道哎，应该不会吧？也有可能会了，看等等的心情怎么样。哎，谢谢飞机黄。吾有一妹，年方20，不知令兄是否有意认识认识？啊？什么意思？哥哥已经死会了，所以你们是没有机会了，好不好？阿萨也已经死会了，你们都没有机会了。对，太可怜了，哎。各位在场的各位都没有机会了。不要瞎掰好吗？对，没有的，哪有这叫什么好瞎掰的？何必瞎掰？我何必说谎？何必说谎呢？没生小孩都有机会。哇，这个也太阿 Q 了吧？虽然不能说不对，但是好像也不能这样哈。对，你叫什么？努力不懈跟太有毅力跟耳男只有一线之隔，所以各位啊，在追求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好不好？还是稍微的拿捏一下情况，就是对，对，不然可能会造成当事人的一些困扰或者不悦。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我今天看那个，不是看，我今天听，马克信箱，对，有讲到一个第三者的来信，还有说到就是切身之痛，他觉得第三者永远就是第三者，对，不要想太多，因为那些会跟你说，哎呀，我要跟我老婆离婚了的那些人，他们永远都不会真的那么做，对。他们永远都不可能会为了你
去离婚的，对，你永远就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一个人，对，然后你还要承受社会上的那些舆论的骂名啊，对，然后还被原配告啊，然后可能到时候真的闹上了法院，那个一直跟你说他要跟他老婆离婚的男人也不会站在你这边，对，你就是一个最可怜的那一个，所以请各位还是远离一些就是已婚的人夫会比较好一点，对，嗯，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已婚人夫要怎么办？我觉得二次元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对，因为在这里就没有任何的受伤的机会，对，嗯，好吗？ 对， 对，看看本本，看看游戏什么的，对，现在不是很棒吗？嗯，大家都不会受伤，大家都可以快乐的在虚拟的世界，对，开心开心，嗯，停止营运之类的啊，那只能看本本的吧，本本就不会，对，本本不会，本本不会背叛你，对，嗯嗯嗯，好，我们来把胸肌这里稍微加强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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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块稍微。弄得更肥沃一点，嗯，男女朋友会跑，但本本不会，越大越知道大胸肌的好，哇，这完全不知道什么关联，但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干话王，嗯哼哼，嗯哼，小三当兴趣，哎呀，我想这个，嗯。毕竟我们是旁观者清嘛，我相信当事人肯定都有一些就是不同的立场，他可能也当下不觉得自己是个小三，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对吧，毕竟很多人都看了很多爱情浪漫电影，对吧，你看什么初恋啊什么的都会觉得，哦，对，就是要跟着感觉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们一定可以像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排除万难，对，然后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最后我们一定可以修成正果，但其实就是爱情这一块，然后加上又是就是跟有妇之夫之类的，就是高高顶，可能真的不是这么好的，对，不是一个这么好的，这么推荐的选择啦，好不好？对啊，他是真的很喜欢对方吧，然后就是你知道，人在感情里总是会有点迷失，对吧？然后彼此都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所以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藏起来，那。就绝对不能说是谁的错，对，但真的要说谁的错，那我觉得肯定都是已婚还没有好好的那怎么讲，没有好好的控制关系的那一个人的错，对，嗯，对对对，都是瑞凡的错，对，嗯，考哥都是考哥的错，都是答好，不要再这样子了，不要再这样了，我们今天和平和 peace 啊 peace， 真是的，如果人夫最早是自己一起长大的好兄弟，那一定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越来越多考哥的船越来越多，考哥我们就不要再消费考哥了，好不好，对，你今天不要这么真情流露，我今天真的蛮真情流露的，可能
可能我就是一个这么容易真情流露的人。对，always 永远是这样。在那边烧烤店啊，多夫多妻制。我持保留态度，对，我持保留态度，不敢多说什么。啊，谢谢雨欣，很抱歉打个岔。哎呀，之前交往过已婚男两个，他们两个都有离婚，但还是分手了很久以前。阿姨，雨欣辛苦了。只能说，遇到不适合的人，我应该说要遇到适合的人，真的是我觉得很需要运气啊。对，然后，哎，只能希望不要因为遇到了一些可能不是这么快乐的回忆，然后就让自己可能变得封闭啊，或者变得就是不敢再相信人。对，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适当的，对，适当的去相信别人这样，但是也不能就是真的傻傻的很容易被骗，对，这样就是不太好，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拍拍雨欣辛苦了。对啊，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在经历过一些感情之后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没有自信的感觉，他们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不是都是我自己，所以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不够好呢，我是不值得遇到好的人，或者是值得被好好对待什么的。哇，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要跟你说千万别这样，好吧，每个人都值得遇到善待自己的人，只是你没办法控制什么时候可以遇到，但就是至少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希望。对对对，那些不好的回忆总会变成你的养分的，好不好。对，谢谢各位。对，听起来像在开导。对，开导大家吗？但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遇到不好的人的经验啊，所以好像还好。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天哪，我们在画着昆西的裸体图，然后居然还可以聊，还可以聊感情。天哪，我们真的是太有深度了吧，太有深度了，我天哪。不要一边画一下一边开导了。怎么会这样啊，太有深度了，我好像被自己吓坏。哪里找这么好的频道，不得了啊，自己讲真的有够激励。对，有够激励人，好吗。深度。太意外了啊，不对，那个念法叫太业外了，好不好，不是意。对，我记得那个字念业，业下的业，液体的业，都念业哦。好，没错，业，没错，对对，那个字念业。哎，你学会了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哎，你今天就知道了。有够激励人。对，我觉得画新世界狂欢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不会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角色画成这样，怎么可以画他色色的图。你看像之前画其他作品的角色或者其他什么 VTuber， 我都觉得不行，这样得罪人不好，但是新世界狂欢就完全没有这个包袱。对，画起来真的是舒服，对，没有压力，对，反正原作更色。我永远都是第二名，对吧。对，可是因为官方的
图没有真的到这么多啊，对，因为角色实在就是那几位，而且还要分着活动出新卡池，所以也有足够的空间让各位太太们发挥啊，这实在是太完美了。老二法则听起来很奇怪，但的确是这样没错。嗯，比如说某雷某奥某啊，那什么好，我们来把这个地方稍微加强一下，怎么感觉可以再更深一点点，深一点。彩度高一点，深一点哦，我现在讲深这个字大家已经没办法好好正常的打出来了，是不是都是我的错。天啊，这边的 pH 值好低啊，再深一点打出来，不这也可以 OK， 好没事哈，各位真的是双关小天才。大家记得，大家只有在礼拜四的某些主题的绘图台，你们才可以这么放肆，你知道吗？平常是不可以这样，你们平常这样都会被当成，你们会被，你们可能会被起诉，这样可能不太好。对，在别人的频道也不要这样哦，这实在是太危险，太危险。对，你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天哪，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但现在这边可以啊，现在这边可以，我们这边就像是教堂的告解室一样，对，那个神父阿萨会在这边听你们的一些，对，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是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话。好像每次绘图台都是这样，最近有逐渐变得严重的趋势啊，为什么？一方面是阿萨对就是演算法低头了，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画图真的很快，对，就是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我画肉图的确是比较不用动脑，画肉图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就会一直这样下去，对，就是哦不知道画什么好烦哦啊，算了画肉图，对。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常画肉图的原因。对，你看，如果不画肉图的话，作品就要有一个重点嘛。那要么是画很厉害的图，可是我又没有很厉害，我又画不出什么厉害的东西，我就菜逼吧一只，对吧？要么就是画很红的角色，很受欢迎的角色。可是这样蹭位太重，我觉得也不好，我不认识的话还要硬画，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那刚好就只好选自己比较熟悉的主题啊，熟悉的人画比较擅长的题材，对，那就都会是画这样子的图。那阿闪的神父真是深藏不露啊，申诉。天哪，你们到底从哪里想到这些双关的，太聪明了吧。擅长肉图，对啊。而且肉图资料很好找啊，对，你就直接 Google 直接随便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肌肉什么胸肌腹肌仰卧起坐什么，我感觉那个图超多，你随便找随便翻草稿一下都画完了，轻轻松松，对，头脑都不用转个一下，对。但如果你想要画一些比如说很有质感的一些动作啊，很酷的，你还要去看人家可能什么杂志封面，或是人家什么一些很会拍照的摄影师，他们都怎么拍怎么构图，你还原来是这样啊，然后看完之后你还是没画，因为你觉得太难，你做不到，对。
不然就是角度太刁钻啊，不会画，然后画完之后就觉得哈，那不太好看，不是很喜欢，然后你就又放弃了这样。嗯，草稿画了多久？这张也蛮快的啊，我记得大概都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画完的东西。对，搞不好更快啊。嗯嗯，然后画完草稿就可以开始哦。研究，那我这一张怎么画什么光影啊，你就可以，你看像我现在很喜欢画这个，给一个这种年轻人画画的方法，我觉得哇好像自己也变年轻了，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嗯，嗯，真好。撒身讣告解释对，还不错吧，改天来做个主题啊。可是告解释很超耶，那不是那个海外的那个修女直播主的主题吗？这样会不会直接搬过来不太好？嗯，而且说实话又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这么多可怕的故事可以分享，这样不会很无聊吗？对，还是算了对，算了，可以出现鱼吗？对吧，那个真的是天选之人啊，很少有人可以跟鱼产生这么强的连结吧。嗯，阿萨谷歌搜寻就一定搜寻记录一定很肉，应该是还好啦，我就是打腹肌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嗯，就会有很多资料让我看了，或是你到啊那个 Pinterest， 然后你打 MALE， 然后 model， 然后就会出现源源不绝的图片，你就可以哦哦哦哦哦，天选之鱼，腹肌男 Twitter， 那可能就会出现其他东西。各位告解，能够启发我的画图，真的吗？有这么啊？我希望不要吧，我希望各位还是生活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没这么日常的体验。对，我希望大家都啊像个无聊的人，对，不会跟鱼或跟一堆奇怪的东西，对，就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好吧，祝福大家，阿们。嗯，好，告解后怕自己被告，你到底做了什么？嗯，哇，这要变成什么性癖分享大会吗？没有吧，我们没有要做到这一步吧。等一下，你们是误会了什么？我没有这种兴趣，对，我没有，对，好不好？嗯，先告解再提告，哪是绘图才不是性癖大会？没有到那么夸张吧？还是其实有？只有我自己不觉得是这样吗？我自己觉得还好啊，就画个肌肉，画一些汗珠而已啊，小 case 吧，连这个都无法接受，是不是个男人？男人就该喜欢阳刚的东西不是吗？嗯啊，真是的啊！我不是，
在场的各位都是男人。在场有346位男人，对吧？对。以后我们的绘，以后我们的绘图直播的要加一个女兵止步，不要下班好吗？啊，只要我加了，我就可以说在场都是男的，好棒哦，耶！上次好像有人不让我们当直男，谁啊？啊，今天你们可以好吗 ？Of course you can。嗯哼。被迫变性啊！我确定阿萨与346个男人听起来很奇怪，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这听起来那么奇怪？女性观众的比例要下降，直接归零，对，直接全部变成男生。笑死，又在多人，真是的，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乱讲话啊。好，可以当阿萨的狗。对耶，我当初我说要成为阿萨的狗必须要是男生。阿萨从小到大家里养的宠物都是男孩子，狗也是小公狗，然后很久前养的小仓鼠也是公仓鼠。哇，小公狗听起来太怪了吧。等一下 Wait a minute。 听起来超奇怪啊。米卡也是，对啊，猫咪也是公猫，小公猫。好，以后我们的绘图台就叫男人之夜， OK， 没问题，听起来很酷哦，不错。好，我们来画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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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学问。来这边我们来突然上个课好不好，就是点点的教学。如果你想画点点该怎么画呢？你可能会觉得啊，点点点点是一个平面吗？不，点点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来，这边要给大家一个就是小补帖，在你家脑袋里啊，点点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贴纸贴在这里，它其实是一个，你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凸起物，对，它是一个球体，对，这样的感觉。对，像是你的那个牛蛋壳的一半，对，只是它非常非常的小，对，然后用这样的思维你就会知道，哦，所以其实这边应该是要谢谢还是有点这样哦，然后你要把这边，你可以稍微把它这边下面打模糊一点，那上面呢就可以维持比较，对，看懂了吗？一边是比较利落的肤色，一边是这样子。哦，你这样就会有它慢慢延伸上去，然后有个凸起的感觉。那这边也是一样，你就肤色的地方比较模糊，然后切边边这样。对，好，然后再来呢是阴影的部分。那我自己会觉得哈，如果你的身体，对，身体肌肉的部分，你看就是画很多笔触什么什么的，那你就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你这边加笔加太多，但如果你是画比较精瘦的人，或是身体上的阴影比较少的角色的话，那就不要在这个地方画太多的，就是加太多的笔触，不然会显得有点怪。对，那我个人的习惯就是会，我想要把这个黑线，对，不要是黑线，你会用更深一点的肤色把它盖掉，对。然后呢，底部这边就有一点，对，它就凸起来的感觉。对，看，然后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可能会讲的不一样，就大概这样就好了。对，你可以稍微加一点哦。对，其实这样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对，
啊，这样子好了。这里也是哦，稍微加一点。嗯哼哼。有凹的吗？凹陷教学哦。凹陷其实有哎、欸，就是不算是哎、欸，相对比较少见。对，好，我们能不能来一个临时的 bonus？ 对，有人在问凹陷怎么画，其实凹陷超简单，对，就只你就只要画一条线就好。对，就这样。对，这种题材的本通常都会是。可能以前在可能公司里面啊有一个前辈啊，然后他可能长得比较稍微身材好一点，但他的个性通常都比较温和，比较禁欲一点，对，然后跟他的一个比较稍微开朗一点开放一点的可能下属，对，然后有了一点关系，然后在某一天下班之后他们去居酒屋喝完酒啊，然后前辈不胜酒力，可能就啊，喝醉了，然后下属就会把他带回家，或是把他送回家。然后送回家之后呢，不胜酒力的前辈可能就会因为喝醉了，然后有一点就是讲的有一点暧昧的话，然后这个时候一直仰慕着他的下属就会觉得哈，就是前辈现在竟然喝醉了，然后好像毫无防备的样子，然后他就会开始对开始有一些危险的想法，然后。于是乎就会有这样的局面，那通常就是衣服一打开就会发现什么前辈这么禁欲，竟然有这么色的身体，然后就会是这种凹陷的身体，对，凹陷的点点，对对对，然后就会想办法让他不要凹陷，就把它变成这样求连结，哎，不用求，这种本子太多了，烂大街我都看到就有点腻了，我觉得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去特别贴什么连结、啊、我看你很懂哦。哎、欸，这个是大家都看过的吧？阿傻衣服打开，你什么态度？啊，好，以为是双性之类的，哈，没有吧？这个不是吧？这个题材很常见，这个太常见了，这也算是那种绝对会想绝对不雷的那种题材，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啊，这种题材。不雷，对，不雷，对，完全不会雷到人。老练的阿傻，超级安全牌，对，这个极度安全。而且我必须说，这种本本通常就是我觉得漫画家或是绘师的基本功都蛮不错，对，就是。我猜，对，因为比较安全牌的主题通常不会是就是那怎么讲，你就想就是那些爆红的 Jump 作家，对，他们的画工都比较相对的没有这么成熟，对，但他们的优点是点子很多，对，点子特殊少见，所以容易有话题性，但是反而是基本功比较强的一些老师们，他们会反而比较没有自信哦，然后就会在题材的选择就不敢冒险，然后会选择一些安全牌，对对，就是这样才会说哦，就是这种比较安全的题材的不会踩雷的本通常风格就是视觉上看起来都比较舒服一点，对，所以我自己在选本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很特别的题材你要小心，因为有可能编辑是看中它的就是剧情的张力或是剧情的一些就是那一块，大家应该懂吧，大家应该懂，对，但有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是作画或是分镜什么之类的，但如果是剧情真的还好，对，剧情真的还好，普普通通，好像蛮常见的，但是却还可以就是出版成书，而且卖的不错，那肯定一个字就是香，对吧，就是香，反正图画的好看，对，我就喜欢，对，大家就喜欢，画个插图大家就 OK 哦，给过，漂亮，我喜欢，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剧情没有张力啊，所以这就是看一些商业制的好处。对，短篇短篇的嘛，哦，就是他可能就连载一个两三话，哎，然后月刊上就把它之后出一个就是短短的啊，然后一本这样就，哦，可以看完。对，像如果你在 Bookwalker， 你在 Bookwalker 找到一些书，你就会发现哦，他们的后面会写一个括号，然后有一个全，对，就是买一本书就是全部的剧情，就是当初他们在连载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真的拖很久。对，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一种，因为要一本一本一直追的有点累。对，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看剧情真的拖太长的作品。一本就可以看完，然后就 OK 哦，收工舒服。对，然后你就喜欢上这个老师嘛，你就期待他再出新的，对，再画一本新的，再画一个新的主题，你再买一本，然后你可能他的三个故事你喜欢两个，哎，那你就收两本就好，你不用全部都收，对，选择性的挑一挑，这样我觉得不错啊。业配啊、那什么时候要去买书呢？对，肯定是二月十号了吧？那我们到时候会在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天哪，我真的太会业配了。什么东西？雨欣说那什么？哎呀，那是啊，原创的本本，那个就不一样啊。对，但那本看完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又舒服。对对对，好，我是不是画完啦？我已经不知道要加什么嘞，我在那边硬撑，撑那么久。啊，谢谢哇塔米续约小龙虾，欢迎欢迎啊，欢迎你回来我们这个快乐的大家庭，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把优格给撒上去，好啊。谁怕谁，互怕互不要这么容易被煽动好不好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我昨天睡前看 Netflix， 然后我把致命钥匙第一季看完了。我跟大家讲不要去看致命钥匙，那真的是大动我的肝火好不好，我已经讲了不要去看，真的不要去看，劝世。对，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找好看的美剧追的人，真的不要看。别看，生气真的是气到。我把第一季看完之后，我就决定我不要再继续看下去了。对，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下为什么会让我这么的愤怒。对，他到底哪里惹到我。等我们画完这里啊，再来跟大家谈谈。你把幽灵镜把第二季看完了，哇，你真的是辛苦了，我只能说辛苦了。那种烂片可以演第二季，我也是觉得 Netflix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哎，是不是有点头壳撞到。可以画个托帕被夹在胸肌中间吗？不可以，不可以，要夹还是夹我吧。拍对，如果你已经看完了致命钥匙第二季甚至是第三季的朋友，我只能说你真是辛苦了。来，哎，我们来画一下啊。等一下，我忘记一个东西了。这个，我想要等一下，我临时想要补一下。我觉得他的皮肤看起来不够光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有点流汗嘛，他人的皮肤其实流汗的时候就是在
在你的毛孔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水珠，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汗排出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皮肤看起来没有湿湿润润的，那就不行。对，我们先要把它加上一些光泽。好，等一下哦，我来看看我的案例。OK， 这个可以，有一些皮肤质感的图片。喜欢直播记得按个喜欢哦，谢谢你，谢谢。对，喜欢就按个喜欢吧，不喜欢也可以按个不喜欢。对，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不喜欢的朋友们，我们的影片太缺乏争议性了，这样很难被推荐到首页上。对，这也是为什么阿傻有时候要故意放一些火，就希望可能会有人生气按了不喜欢。啊，谢谢海德将暴走。说到托帕有一个疑问，他们在双人活动的时候托帕在哪里？托他可能在看电视、啊、不要瞎掰好吗？可能在看电视或是吃冰淇淋之类的，他可能在外面玩 Switch 之类的吧。就像个事项的孩子，你就知道 OK 该去找点乐子了，这样。好，那我们来先第一步，好，我们来帮画面加一点气氛，加气氛，先加雾气，对吧？雾气我觉得蛮重要的，雾气我们选一个比较，好吧，就这个吧。把笔刷弄得比较大一点，然后看一下，通常应该都是这种。哎，不行，这个笔刷的材质太干净，我还是用铅笔吧。好，用一个这种比较粗糙的材质，然后在大概这里，往这边加几块，好，然后这边加几块，加几块，加几块。但是它加这些方块是要干嘛？等一下，你要再用你的软橡皮，好，开始慢慢的把它们做一些擦擦擦的工作啊。如果你的软体里面啊有装一些笔刷，比如说什么画云朵的，对，那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只是因为我现在 Clip 的笔刷非常非常少，所以才没办法这么做。不然我也蛮喜欢直接用现成的笔刷往来做一些就是效果的。哇，你们还在讨论托帕？托帕到底是招谁惹谁？托帕为什么要被大家讨论？放过孩子吧，他只是只宠物啊。你看，这样就有第一层了，有没有？你就稍微觉得好像有一点内味了，有一点那个感觉了。然后呢，再来你就可以看你想要怎么弄。我是会这一次我用复制的好了。因为我想要把那个材质的感觉先留着，你就复制一块，好，然后把边边一样擦掉，然后让它叠在一些，然后你觉得要在更白一点的地方，这样，可能这里嘴边会有些喘息嘛，很累，运动很累，累，仰卧起坐 ，so tired， 然后。刚出炉热腾腾的腋下，哇，你很懂嘛，哇，没错，那你不能直接就放在那边，因为这样会有点太刻意，对，只能让大家有一点联想，但不能真的这么的暴力又直接。欢迎刚来的晚上好，天哪，大家是不是又要误会阿傻，想说天哪，阿傻在画这种色色的图，觉得困扰。
实在困扰。嗯，运动出的热气，对对对，是运动出的热气。好，大概这样就够了，也不要太多，太多就有点不自然。嗯，我自己觉得这样就好了。我想一下，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再来打点光，好吧，我们要让画面变得漂亮。想一下哦，先从顶端打一个美丽的日光，好了，选一个稍微比较橘一点的，你看橘一点的，然后把涂层效果调成加亮颜色，先这样，然后整个太亮了眼睛都要瞎了，对不对？你就再用粉橡皮擦擦，对，我觉得这种感觉不错，就是顶某一个角落，然后有那个曝光感。嗯，你可以换颜色哦，比如说不同的光就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感觉，像这种就像是哦，在一个可能房间啊什么的什么的地方，好，对。然后如果是把它复制，把它调成这种桃色的，然后在它的底部再用色彩增值画个蓝色的，这样压上去，哎，这感觉就有点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这感觉是不是在什么什么奇怪的地方？对，有没有大家懂了吗？有另外一种氛围，对，这样，哦，这是什么店？对啊，这是什么店？嗯，然后再来是一个，我们不要走那个路线，我们走比较舒服一点的，比较健康一点的路线，嗯。然后稍微加一点，然后再选色彩增值，把我想看角落，因为左上角是光源嘛，然后你可以在它的右下角对角线的地方稍微压按一点点，对，按一点点就好，下面按一点点，我觉得这样会让画面更有一个感觉吗？比较要立体一点，对，我自己的感觉，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自己设定，可能暖一点，然后再暖色一点，或是你也可以走比较就是那个冷色一点也可以，对，看你的喜好，我觉得都不错，嗯，让你会自然的把目光放在中间，对，有点像是那种。有些游戏会让你比较头晕，比较东张西望，它就会把四处都用压暗，对，这样的感觉，对，你就会只看到中间，这是类似的方法，对对对对对，类似的方法，嗯，好，然后再来是真的再补一下哈，我觉得可以把身体一些地方再加红，来，我们先把刚刚的那些东西先变不见，对，我们在人的前面用一个覆盖涂层，然后选一个有点偏橘的红色，大概是这个，对，大概是这种颜色，这样，然后你把它的涂层效果改成覆盖，它就会像是一个，对，它会把你涂到的地方都变成这个颜色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呢，你就透过这个方式在一些地方喷个几下，比如说腋下你觉得可以再红一点点，你看这个差别在这里，对，它会有那个那种叫什么皮肤比较薄的感觉吗？我本来就有画一点了，但是我太早画了，我其实应该这个时候再加的，对，然后这边嘛，然后通常这边也会有下腹这里，对，你会觉得哦，这皮比较薄、哦，然后有一点，然后就红红的，对对对，啊，
有一些作品会喜欢在角色的肩膀啊，或是一些关节处，膝盖啊，对，男性向的也会啊，一些女孩子嘛，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像皮很薄，对，看起来皮肤吹弹可破的感觉，嗯，就是这样子的用法。因为皮肤越薄，就越容易透出肤下的血液的颜色，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你就可以红一点。对，然后还有个小 pebble， 对，你就是加在这种阳光的地方，对，阳光的边边，效果也不错，会让你觉得哦，阳光好像有点漂亮。对，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只是我之前有加过，觉得好像不错。在这里，啊，撇一点点，嗯，撇一点点。撇一点，在这种边边光光，稍微加一点橘色，它就好像光变得比较像什么太阳光啊这种，对的感觉。嗯，左手机会加上道具吗？应该是没有吧？为什么要加道具？左手就空空的啊。你期待他握你期待他拿着什么？嗯，我是不知道啦。对， I don't know。 哎，如果我有放 box 的话就可以看到，可是因为我还没有放 box， 所以就不知道该放到哪去，就只好先不要画。拿着麦克风吧。哎呀，最近二月不是新世界狂欢有现场的 live 吗？对，肯定是 live 表演的麦克风吧。嗯嗯嗯。哦，好假，好是喝假，是好吃的意思吗？对，肯定是这样，好吃好吃的意思。好，这样 OK。看一下，嗯，优格罐怎么可以这样啊？我漏画了一个地方，等我一下哦。牙齿这里啦，哎呦，真是的。想说这边怎么颜色这么单薄，原来是没有画到，你画影子，稍微深一点。嗯，啊，眼睛这里也是啊，眼睛这里，嗯哼，好，哑铃，哑铃，拿哑铃哇，很会锻炼呢。这边说，通常有些人都会说要加什么爱心眼之类的。很多人不都喜欢这，很喜欢这位吗？嗯，啊，但是我觉得先别，对，我觉得先不要。这样就好了啊。太爱健身了啊。应该没这么爱健身啊，所以就不要啊，哦，不要，先这样。嗯，这应该可以的吧？耳朵可以加点血色啊，哦，你说的没错，脸红红 ，Q O O， 有中国之争，好喝。喝的时候酷，喝完脸红红。耳根子都红了，这样。嗯，好。会线版本，版本，好啊。啊，谢谢谢谢白虎君，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建议的，不然会线的大家都没有什么，
没有赚到什么东西，实在太可怜了。帮大家加个可爱的好爱健身的版本，太爱健身了，太喜欢健身了的版本。嗯，就这样吧。谢谢 Yuki。想问可以哭哭脸吗？啊，昆西会哭哭脸吗？昆西的性格很难到哭哭脸这个程度吧？嗯，应该没办法，我觉得不太适合哎。对，对，应该很难哭哭脸。对，他是不会哭泣的男人，他只会觉得就是。难受，但是你看像双月的时候他就觉得难受嘛，对，但他是不会哭哭的。嗯，加个鼻子，这边加个一个光。嗯，这样 OK。然后这里稍微刷一些淡一点，这样。哦，这鼻子有一个体积比较明显。太公了很难受，没错。只有可尔哭过，对啊，就是也不能太偏离啊原作，对对对，抱歉了 ，Yuki。啊，抱歉了，对。还是个冷血的人，他是不会流泪的。哦，真是受不了，对吧？然后我们把东西加回去。哦，还有一个，我刚刚不是说画这个烟雾吗？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感觉就是差了点什么，我跟你讲，你也可以像这样完全起来。就是有一些那种，有一些会师他们会这样，就是直接用圈圈式的，对，就是画一些这种。你这样远远看，你会觉得好像有那个烟的那个轮廓，对。其实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也是个好方法，对对对。嗯，另外一种感觉啊，那你也可以不要加。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可以加一点点哦，就是漫画家的感觉，对，也是可以，但插图会有一点像是草稿没擦干净，对，嗯，自己斟酌斟酌，斟酌斟酌，嗯，点点点，好，再来是什么？什么白色的东西，那个就不能在这边画给大家看。牛奶什么的，那我们就只能留给会员了。对，我们还是要给会员一点福利吧。好，就这样。嗯，毛巾，毛巾，毛巾放哪里？啊，我知道了。等一下啊、哦，等一下。我现在想画的好像不太适合在这边画出来，等一下、哦、嗯，比如说为什么昆西会这么的看起来痛苦难耐呢？可能是因为他做仰卧起坐的时候有人在烦他，有人在干嘛的，所以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那种，对，一个影子在他身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让大家可以更能够联想到一些事情的方式？画一个跟谁的影子在这里？你说，蛮酷的。哦，你看，这样好像就更能够说一些故事了。嗯，或是。是什么东西？或是，
好，就这样。好，这样床上是不是要有影子？对，我觉得啊，所以我觉得不用，哦，我就不需要，哦，我就不需要，就这样。对，我们今天就好大的个影子。伊德太坏了，伊德在干嘛？伊德在搞什么鬼？床就哎，床好像也不太需要认真画，但好像目前太吵，我稍微加一点点。对，反正这种床单式的背景就是你就画很多的皱褶，对，这边涂一下，那边抹一下，嗯，然后接近人物的底下就比较深嘛，对，抹一下，抹一下，涂涂抹抹，这样，嗯嗯嗯，这样，嗯，这样，有些地方可以浅一点，浅一点就表示这个地方的布料是凸起来的，这样，嗯，这边可以，对。可以加托帕的影子啊，哦，有道理。为什么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啊？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回答过，对，就是你知道，喜欢锻炼身体的人比较不会挑地点，对，他们就想在哪做就在哪做。嗯。没有耳朵的拖把太过分了，欸，我想想，哦，嗯嗯嗯，如果啊，算了，不要画那个太麻烦了。好，就这样，就这样，两个小时差不多啊，我们今天画图不错，欸，这样，就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啊，我知道了，哎，我想想做什么，好像忘记做什么事情了，老样子好不好，老样子，来来来来来，大家来，不是签名，对，是那个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好，欸，首先我们按下滤镜，选择模糊，欸，要近视了，大家就又近视了，哇，近视了，大概这样好了，这样，好，有了近视游戏，对，然后呢，近视之后，用你的软橡皮来擦擦。对，这也是一个，对，你可以这样哦。很抱歉让 Asa 失望了，红包袋里面只有信封，写了三个小时很长的信，没有错字可以挑，在这里慎重地向 Asa 赔礼，单膝跪下，双手缝上开工红包。什么？等一下，在我。哇，谢谢雨欣，怎么那么突然，抱歉的阿傻死亡，怎么那么突然，我不是在画图吗，写了三个小时很长的信，哇，雨欣的信写得很好，我们礼拜二的开箱已经念过了，没有错字可以挑啊，在树里慎重地，哦，在这里慎重地向阿傻赔礼，单膝跪下，双手奉上开工红包，哇，谢谢，哇，真的是没有想到会突然拿到雨欣的红包，谢谢谢谢谢谢。对，那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们就把今天的柯恩西当做礼物送给大家，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哦，嗯，对，你看加上这个边边的模糊效果，然后我还想再加一点东西进去，比如说，嗯。
这个，想要帮有发光的地方稍微加一点点的，点点的那个，我要大，谢谢小兔，一个月小龙虾，你要大，这已经够大了吧？这个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AK 两个月的黄金龙虾，我要打女奶，你要大奶，讲话哦，讲话哎啊。尊重尊重柯恩熙好不好，我想要把这个就是受光面再更突出一点，对，就是我直接在上面用加亮颜色，对，把它们再更那个一点，对，它看起来就好像有点朦胧朦胧的那个慢射的感觉，对对对，啊，谢谢娜娜，八个月黄金龙虾，健健康康，没错，健健康康。那这种地方也加一点点，一点点，就轻轻点就好了，轻轻点就好了。啊，这边一点点。你看有加没加的感觉，对，稍微再亮一点点，然后呢我现在觉得这样太多，所以我们把它调到 50% 就好了，本来是这样，现在是这样，这样这样，对，然后底部的稍微再减弱一点点，主要是上半部，因为光源是从左上角来的，好，就这样啊，就这么办咯，那这是模糊的，也可以在啊，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的图层其实是长这样，对，底部是一张正常的图，上面垫一个四个角，然后是比较模糊的，你也可以把模糊的地方再直接调暗，对，这样就会有刚刚讲的那个视线集中的感觉，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再加都可以，对，然后这边再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个滤镜的小我自己爱用的小滤镜好了，好不好，比如说这叫做动画效果滤镜，你先复制一个这张图，然后把它一样模糊，高斯模糊，你可以挑可能十这样十，然后把它的效果调成是绿色，过滤的绿，对，整张图就会有这种过度曝光的感觉，然后你再复制一张图在它上面，就是原本的图，然后这一张图的效果是色彩增值，然后再把这两个图层的透明度都调到大概20或30，它就会有一个，你看哦，近看本来是这样，后来是这样，对，它会有一个，哇，这个很难讲，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感觉，我把它调强一点比较明显，这样本来是这样，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对，然后那个模糊程度你调的越高，会感觉那个光晕感会越重，你可以再调更模糊一点，这样那边这样，这个就见仁见智，我有些图会喜欢，对，像因为这张图是厚图的，所以它比较效果没那么好，但如果你是画动画的角，就那种线很细啊，然后晒就路上色，你再配这个效果会很明显，因为它色块之间都会有一点晕开晕开的感觉，就哦好像是看动画的时候的那个那一位这样，
然后颜色会变得再更饱和一点点，因为本来是这样嘛，还是这样，对吧？有感觉到吧？拜托说有。对，然后对比会变得更强一点。嗯，有，谢谢，谢谢捧场。嗯，比较雾蒙蒙的啊，再把这个加上去，嗯，这应该大功告成了吧？对啊，谢谢维沙老师，想增加空气感跟融入环境时会常用，哇，太棒了，谢谢专业的意见啊，好。存个档，再存一个差分。嗯，好，太好了，这样好。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拍拍手。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要干嘛啊？对，我等一下开会线，黄金会线，我们要来稍微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在做的事情啊，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是黄金会员的话，你可以稍微走开去喝个水，上个厕所什么的，等等再回来，我们再来小聊尬聊一下，好不好？好，几点开？好问题。我们就定个直播结束后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现在还是要先感谢一下今天的各位的 Super Chat 跟绿界。对，我们就从刚刚的大红包开始啊，谢谢雨欣。对，再念一次，故意打很多错字的，就是抱歉让阿萨失望，并没有，对，没有啊。那个红包袋里面只有信封，写了三个小时很长的信，写得很好很棒，字很漂亮，没有错字可以挑，所以现在才补上一些错字啊，在这里慎重的向阿萨赔礼，对，单膝跪下，双手奉上开工红包啊，谢谢雨欣，谢谢。然后呢，再来是 Super Chat 的部分，哇，一转眼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谢谢泰哥啊，画图直播辛苦了啊，瑟瑟坤熙好赞。还好，对，这不算瑟瑟直，好啦，有一点。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泰哥啊，对。无法反驳啊，谢谢啊，谢谢雨熙啊，不，谢谢泰哥，刚才雨熙是绿界。再来是 Yuki， 辛苦了，在床上做仰卧起坐的坤熙太色了，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很棒。哎，你确定是第一人称吗？说不定在场不止两，这张图感觉散发了费洛蒙的香气。对对对，我就是想要有那种感觉，有点，对，有点桑拿房间的感觉，很热啊，热热的啊。谢谢 Yuki 啊，再来啊，谢谢。艳红啊 ，Anko 升级成黄金龙虾啊，有人被骗到了耶！啊，谢谢艳红，艳红被骗到了，竟然升级了黄金龙虾。那我们再回到两个小时前啊，泰格的封面图是坤熙做仰卧起坐，阿萨在胸口做什么啊？对，在胸口。凑热闹，对啊，谢谢泰格。然后猫咪兔兔说，我怀疑主播偷开车，但我没有证据，没有啊，没有开车，今天整场都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棒啊，希望大家喜欢啊，谢谢猫咪兔兔。那飞机黄说，哇，这破路你也能开车，我刚刚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啊，谢谢飞机黄啊，我没有开车，我今天用我的双脚好好的走，对，完全没有任何的车，对。路很大条，没有车，好不好？
谢谢飞机黄。再来是泰格说，今天也是龙虾精灵画图吧？哇，今天不是阿萨吧？是，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相信是了。谢谢泰格。再来是冬至鱼，今天有点沉稳，阿萨是不是被外星人抓走了？没有，对，如果外星人要来抓我，我会先把他抓起来。对，嗯，我就先下手为强，对，先出手攻击他，先攻。啊，谢谢。哎，这怎么念？这叫做 Shy Thing， 是这样念吗？还是 Shy Thing 也成为了黄金龙虾？哇，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嗯嗯，再来是猫咪兔兔说，主播的真面目出来了，今天不是应该要温柔婉约吗？我们现在还是很温柔婉约的吧？没错，很棒。再来是宝宝奴啊，只是突然想谢谢阿萨今天画这张香香图，根本梦想成真，也感谢会员投票。对，我们要谢谢在场的各位黄金龙虾，总是可以为我们指出，怎么讲啊，总是像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我们该走的路，好不好？就像今天这张图一样啊，谢谢各位。再来是 Simon 说啊，是阿萨说要画很累很累的角色的，我们只是选主角而已，阿萨画成这样意图很明显的吧。啊，真是个色色台，无法否认但也不能承认，所以只能跟你说谢谢啊，谢谢 Simon。 我们先把我的免责声明先移除，好不好？然后再来是雷银啊，雷银说，你们都别急，让我先急，你也先别急啊啊，大人大人你别急。然后还说，然而我也不知道要急什么，我先去拿我的龙须糖出来吃啊。谢谢谢谢谢雷银。再来是飞机黄说啊，我有一个妹妹啊，年方20啊，不知令兄是否有意认识认识。那对，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家兄死会好吗？所以很遗憾的，对，没办法和各位结为亲家。再来是雨欣要打个岔，之前有交往过两个已婚男啊，他们都已经有离婚，但我还是分手了，很久以前啊，辛苦了雨欣。对，拍拍。对，刚刚已经很多人已经给你鼓励，希望可以还是可以对人性保有一丝信任。对。啊，再来是海苔酱啊，说到托帕一直有个疑问，他们在双人活动的时候在哪里呢？刚刚讲他应该在玩 Switch 好不好啊？没问题，记得海苔酱抱走。然后 Yuruki 说，可以哭哭脸吗？考虑到角色的个性可能很难哭哭脸，对，所以就没有哭哭脸。哎，抱歉了这个，抱歉了 Yuruki， 但是有爱心眼，所以还是算有赚吧。再来是泰格啊，画图直播辛苦了，色色坤西好赞，谢谢谢谢。嗯，最后呢就是 Yuruki 啊，在床上做仰卧起坐的坤西太色了，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对，但其实看起来不是第一人称哦，这张图感觉散发了费洛蒙荷尔蒙的香气这样。嗯，如果是第一人称应该会在更左边，所以这应该是，我不知道几个人呢。啊，谢谢大家，好不好？以上今天的 Super Chat， 那我们就要先跟大家告别了。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开一个黄金会员的，好久没有给大家的那个，对，嗯哼，啊，谢谢 Nero C， 为什么你的头像是怕爆？啊，欢迎你成为小龙虾，哇，真的是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嗯嗯，欢迎光临，好好，以上，拜拜，再见。然后我们就直接原地解散啊，不用扫息，直接解散，拜拜。
有够突然。哎、欸，不行了，还是好好结尾一下啦，这样太那个了，太不负责任了。好，我们好，我们要播个那个 BGM， 然后再关掉。好，来，拜拜。